你哪都走不去啊？你几位啦？你们男生怎么都不进来啊？我等下进去，我等下进去。阿家珍呢？忙嘞，奇怪了啊，怎么跟着跟着我就不见了？喂，有没有要进来？你有没有十秒？十秒。好，家珍过来，过来。家珍，快点，快点，慢进来的要收费。干嘛讲呢？他们两个就是要收费了。快点啦！外套，外套，快点。他是有时间的。好 ，OK，OK。好。主任没有穿外套，哦，这样啊，你们主任脸书是世界各国都在跑的啊。执行长，24小时马上上。我们等一下。对啊，那马上就上去了。服装界的主任，这个脚架会进去。好，待会我把它打旁边一点。哦，这东西阮平遥的秘鲁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！我们要去看卧佛了。好，哎，你慢慢拍，你慢慢拍，你慢慢拍。哦，家都迷路了，亲密呢。好 ，OK。卧佛在下面。我们不能过去。我完全专业，小弟呢？他那个光脚的。好，不错。好，加油！你等一下，赶紧换头啊。嘉义要不要拍？嘉义要不要拍？好漂亮啊！你们要不要到上面的嘉义中心？妈妈，你们等到别的，你们再拍出来。你把那女生抓进去，坐好。有没有美女跑进去？有啊，那个美女跑进来啊。她坐好，就因为有她加入了。那怎么办？那个再删喽。那再要再一次吗？再一次。嘉义中心要拍一张啊。好。来来来，对方是你要再进来。来了。在活动一下，不容易。你要不要给他来？他寄给的，我的舞蹈是非常爱听。来来，赖，他赖给你啊，我赖，好可以啊。快点呐，快点。这两天他都在，彭武主任。主任，等一下，你加入我们的活动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没关系，你先跟他讲。好，我跟你先带好了。很想买钱蛋雕啦，最近都不上啦，上个月好像挂零钱啦，那我怎么弄？坑家啦，坑家啦，没了，怎么了？可以给我，师傅了。嗯，来，两今天大哥，我们等会要不要到卧佛那边去？快点去外面啊！卧佛还是社长？快点卧佛。好啊。我们需要蹲吗？我们去过了哈，不用哎，那就不要对，30分钟我们已经不用哈，那你短面，你对吗？真的，对吗？我戴好这个，大哥，哎，帽子拿起来会比较好，哎，他过来，好，过来，对，也巧无言了，你只要嘴多巧，我不要。